是鹿，那是鹿吗？太可爱了！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他们。嘿嘿，到了到了，这一打到了。真的很近哎，我们刚刚从那个阿克内市区搭这一艘船，大概10分钟吧就到了，超近的无人岛阿克内奥西马阿鸠跟大岛，所以这些声音都是里面的那种动物的声音吗？什么鸟类的声音？これ何が入ってるんですか？うん。すごい。あれ鹿じゃん？那是鹿吗？太可爱了！こっちこっちこっち、こっちだよ。こっちこっち、ほら、こっちこっち。哇，すごい！哇，すごい！哇，すごい！お疲れ様です。すごい！好可爱哟！它真的让我摸哎。え、何これ？餌？おやつ？来这边。对。来这边，小朋友，小朋友来这边。美食？太可爱了。艾莎觉得怎么样？舍不得，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他们，超级超级可爱。我来这边第一天我就已经满足了，我可以回台湾了。太好玩了，这边真的值得来，太可爱了，超级超级可爱。我吵架。